晚安。哎呦，晚安，叶哥晚安，青云晚安，社员晚安，耶，镜像。好，我现在要给碰奖，是肉泥。今天也超想卢卡的，我也是。陆克晚安，崇盛晚安。陆克，我好想你，先吃晚，先吃饭，好，慢慢吃。是吃饭吗？还是看别人的直播？谢谢你，卢卡晚安，超想，超想什么？哎呀，乔纳森晚安，镜像特效。今天我没有忘记，对，抓到。开心呢，ちょっと待っててね、ポンちゃ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てくださいね。ポーダー、晚安。今日出てます。一来看就ポンちゃん开始、对。他一直在等。ポンちゃん有几根？我没有数过，应该蛮多的。话说卢卡为什么澎湖人？那个你们看得到、哦？我原本想要隐藏，结果没办法，所以想说那就随便随便写。喂，谢谢北极熊的爆竹，好像是第一次在镜像的时候未碰奖。澎湖天气还好吗？手机看得到、哦，哇。对，大家不能设定那个。啊，大婶晚安，电脑不行。谢谢训练，谢谢训练。看得到澎湖人，澎湖湾，澎湖湾。谢谢训练，每次培训都要搭飞机，辛苦了。来自澎湖县，对呀、啊，不能选海外呀、啊。我也来自澎湖县。大家一起设定澎湖，澎湖，我的粉丝好像没有澎湖人，对不对？因为碰奖会饿。碰奖，谢谢谢谢。我在浪上。祖先不算。金门跟澎湖不一样，以后有，以后会有的。社员明天就去一集。小易晚安。大家晚安。什么全台湾户籍都一次。呀吼卢卡酱，呀吼勇哥，米酒晚安，碰酱晚安，迪瓦里迪里哦。碰酱昨天睡觉超可爱，戴尔克晚安，乔纳森晚安，谢谢送行李箱，谢谢送一封信。卢卡的粉丝应该不缺非洲人。那篇现在我看了大概一小时，超可爱，对不对？碰奖的肚肚，你有拍照起来吗？拍什么？美味しかったですね。今日はもうマグロないよ。碰奖今天吃的是鲔鱼口味。卢卡的粉丝几乎都是阿拉伯人。草莓酱晚安，谢言晚安，大家晚安。ポンちゃんも食べ終わったからおりますか？嗯，食べ終わったもんね。嗯，可愛いね。邪魔だよポンちゃん。ポンちゃん今邪魔、すごい邪魔。邪魔です。あ、邪魔だよ、邪魔だよポンちゃんね。邪魔だよ。不要坐那里，ポンちゃん。ポンちゃん。
碰见在追房追滑鼠，哎，不行，碰见，碰见，可以包蛋饼吗？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对啊，尾鱼，碰见，加吧。上次我没看到碰见的屁屁，可以再看一次吗？只能看补档了。米亚德三亿，嗯，加个三，晚安。瑞卡买了几颗蛋？通常一盒八颗啊。我讲讲嘛，这不是屁屁，这是碰讲的脖子。露卡拍到遇到地震，有没有手环？没有，那时候我拿我一边拿在一边躲在那个桌子下面。那碰讲嘛，びっくりしちゃったもんね。碰讲也是怕地震的，毛毛的，抓老鼠都是真的。连花鼠都会追，呼呼妈晚安，鸡蛋还好没问题，很香，只有一盒哦，对呀，先买一盒，看不到露卡，还好露卡睡醒还有蛋，真的，我中下午去买，结果还是有买得到，嗯。我那时候还剩至少有二十盒以上。对啊，没有 live PP。明日早いので飲んでます。ま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OK。おやすみなさい。よいしょ。Ricky 晚安。幸好新买的蛋没有破。去哪里买？全叉。泰明怎么安？那种程度，台湾人只会觉得啊有地震。你睡醒就直接吃晚餐吗？没有，先去买东西。哎，今天应该不会。我上的电脑。今天晚餐吃什么呢？今天晚餐我吃鸡肉饭便当。今天我没有做。吐司晚安，想你我也是。健泽晚安，季风亮晚安。地震我在捷运上直接停车，第一次遇到。哇，那边摇的那么大吗？坤坤晚安，罗纳德晚安。香叶晚安，在车上真的，如果是小地震的话，真的完全没感觉，离镜头很近都会感觉到毛毛。对呀，捷运会这样。最近可以多尝试蛋料理，对，而且情人节快到了，我跟卡梅应该会做巧克力。咦，原来是鸡肉饭。对，鸡肉饭好吃，我明天就去买。文湖线只有地震一定会停啊，只要地震会停，可能是因为在上面。我刚刚才吃完鸡肉饭便当，很好吃。直播做巧克力吗？应该不会哦，因为做甜点都会放冰箱。可能要放一两个小时什么的，这样很无趣哦。对，卢卡晚安，想念你，我也是。我没有说要给谁啊。誰にもあげる人はいない。でも自分で食べる。白色情人节要回礼了，对，没有人要回礼我。嗯，碰见了吗？聊天怎么会无趣？下一人谢谢露卡吃鸡肉饭，对，我吃的是火鸡肉饭，当然是给我，做给我的。祝林神退晚安，谢谢重生的摩天轮，那我也要吃。对，要怎么给你们呢？今日も髪の毛がひどかったけど、なんとか見えたわ。只是要先
送我，给我吧，我们可以互相交换对方的真心。能回我就可以回给卡妹，请卡妹，卡妹帮你收。我还在想要做什么比较好。因为我们家没有烤箱，只有能烤吐司的那种，所以要做的话应该就是放冰箱就能做的那种。我知道卢卡制服上的第二啊，第二颗。台湾人也会这样吗？可是通常都是男生，女生要男生的，要等上次新闻的甜了有味道的一幕正式上市。那个不是限定男生吗？通常都是女生，女生要男生的，也是第二扣，靠近心脏的那个扣子。我没有收过，会啊，我被要过很多次。要女生第二扣是变态，好像是哦。接下来你做巧克力，我做什么锅肉罩？可我的第二扣一直都好好的。之后可以送给你的老婆。台湾毕业通常都签名在别人衣服上啊，对对对对，我的朋友也是这样，但是我没有跟朋友要，只有毕册后面他们帮我签名而已。Steven 晚安，我可以把我的姓名、学号那块剪下来给你。要第二颗，然后就会什么意思？什么？谢谢，晚安。好吧，那我的第二有空我准备拿去给你好了。太好了，超烦男为了要给第二颗扣子，我要买五件制服。干到家晚点再回来，好哦。毕业纪念册有签名就够了。你有签过别人的制服吗？当然有啊，签名在制服上加一。可是这样之后，未来有什么制服日都没办法穿，几乎都是全部都是签名。而且制服，我旧的制服好像除了短袖那件之外，好像都丢掉了。想跟瑞卡去梦之国毕业旅行，我也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穿过制服，然后去游乐园，照穿再买一件来穿。你最爱的高中制服没有？最讨厌的高中制服？那个人生で一度は制服ディズニーとか制服着て遊園地行きたかったな。もうその年じゃないっていう。到时候要参加制服趴就。一件个，想看卢卡穿高中制服，很难看。想穿制服去迪士尼，真的，我高中的时候的梦想就是跟男朋友一起穿制服，然后一起去迪士尼，结果都没办法。穿你高中制服去梦之国吗？配色这么有，你可以去查查看。我们学校真的太难看，我高中我总一件。制服背面请学妹签一个超大的签名，你喜欢的学妹吗？这次的月升鞋看得到，现在疫情，台湾高中女生毕业可能只能去小人国，太可怜了。阿北晚安。台湾学校都叫别人放假不要穿制服乱跑，哦，好像也对。对啊，如果做坏事，大家都知道哦，那个学生是什么什么学校的。没关系，日的升学让卢卡穿到漂亮的制服，拒绝我的那个学妹啊。然后你攻击黑板的，是黑板吗？是那个学妹。二月升学好赞，台湾学生吧不得不穿制服。文祥晚安。其实我前阵子，我跟日本。我跟国中同学就是有约六福村，然后我想说要不要穿制服过去，
结果他们说不要。对，所以我高中的时候都没办法，没办法穿着制服去游乐园。二月升学让你圆半个梦，把黑板变甜甜圈。以前制服还有名字，做坏事都逃到不了。对呀、啊，我这边也有名字，宫田留佳。能把黑板打穿要神力才有办法，不是国中制服，他们也不喜欢制服吗？他们可能觉得我的国中同学是日本人，然后他们也是就是跟我一样，高中国中读日侨，高中读台湾的学校。对，虽然人不多，但是还是有这样的人。对，那时有七个人，然后我跟他们高中的时候。我虽然没有朋友，但是没什么朋友，但是我至少有那个六个朋友。你不是很讨厌高中制服？对，但是这是一个回忆啊。想说我们都在台湾去不了迪士尼，那就去六福村。从我们下一代开始。变成学号，对啊，我也常常被骚扰，就是这边有写名字，日侨没有制服，日侨国小国中都是私服，嗯，所以知道谁家很有钱，看着衣服就知道谁家很有钱，嗯，这样不太好。那他们回去日本了吗？那七个人，五个人回去日本人，对，五个人回去日本工作，然后我跟有一个男生还在台湾工作。自己讲好悲伤，我也很不习惯在路上穿着制服，无论是学生制服或是工作的制服，嗯，六个很多，还没有很多啊，只有六个。六个朋友比我多啊、哦！你说朋友，嗯、哦、嗯，六个唯一佛上学愿意穿高中制服的机会就这样没了。对，老师都叫你们班上神奇，天天穿名牌上学，知道谁家谁有钱。对，对，所以我觉得国中还是我觉得学校还是有制服比较好。嗯，我们运动服也是自己的，他们只规定下面是深色，最好是黑色，但是只要是运动服的话，其实什么颜色都可以。然后上衣最好是白色，对，之类这样，对。我只有想象的朋友，没有吧？你感觉朋友很多？那如果都穿什么上课？你说国小国中的时候吗？便服啊，我也讨厌穿制服。我其实蛮喜欢穿制服，只是我不喜欢我们学校高中的制服而已。所以我国小国中高中大学唯一有制服的只有高中。你高中读台湾高中不会有语言障碍？有啊有啊，所以我才没有什么最好的朋友。对，我国中因为是读日侨嘛，所以高一的时候我真的几乎没办法跟别人讲话，然后老师讲什么我都听不懂，每天要穿什么衣服超麻烦的。对呀、啊，今天应该是1.5小时，小春也是想象出来的。我是同一个人。你说我想穿吗？以前蛮想穿的，嗯。班上没人会日文吗？没有，高中哎、欸，除非我读日文系啊什么的。如果下课都做什么？直接回家，然后去补习班。因为我家到学校通车通勤来回至少有1.5到2个小时，所以啊、哦、那时候对那时候。所以我家附近也没有人读那间学校。
那刚开始一定超不开心，一直都不开心啊！我高中三年过得没有很好。高中我班上一堆会员，抱歉，我们太宅。不是还有去跑步吗？哦，对对对对对，先回到我家附近，然后去补习班之前跑一下，然后再去补习班。对，如果下课当然是跟朋友去电动场逛街、吃可丽饼，这种的都没有。我高中没什么，没有什么青春的回忆。如果还要去补习班，对，没有校车啊。我因为我的学校跟那个家里离太远了，校车等一下哦。高中会有校车吗？我是没有听过啦。对，高中好像没有校车。我高中的时候有好多同学会日文，好厉害哦。高中我班上有一个日本的交换学生，不过我们班会日文的一堆。我们高中日文是必修第二外语。是哦，哇，你们是读什么学校？好厉害。我高中时期也没什么娱乐回忆。嗯，我也是。你们有校车？有些高中有校车。是哦，哇，我们高中只有下课时一群女生在说，剩下只有我老公。是哦，哇，我们班上女生，哦，对，那时候因为韩国的东西比较流行，所以我们班上女生都是喜欢韩国的帅哥。嗯，有些的比较喜欢二次元的。对，对，二次元或是韩国帅哥。第二外语是必修，我们是选修，其他学校我不知道。我的高中有校车，5点半起床，待一个小时到学校。对耶，我想一下，卡妹的学校好像有校车，我们学校没有，是不是私立有公立没有？可能跨县市读校车没到，外县市交通没这么方便的。国中也有校车，高中很多学校有校车，私立，对，应该是私立学校才会有，公立应该没有。我班上的女生，班上没女生。我现在也想一下，如果我读女校的话，现在不知道过得怎么样。对，因为那时候我有两间学校可以读，只是我读的那间学校先考上了，然后报到的那时间是另外学校，报到那时间就是另外一个学校，面试的时间。所以我读这个学校的话，必须放弃前面的这个学校，所以我后来决定我去考上的学校。私立的学校通常比较愿意，这个服务。卡妹的高中离家很近，没有很近，但是没有到很近，但是也没有比我没有那么远。但小车都要很早，累死。读女校感觉很可怕，对。通勤费不就吓死？对呀。真的很贵，那时候真的还好，爸妈都帮我付，真的很贵。你读女校的话，我现在会有女甜甜圈吗？有可能哦。哪一间学校离家比你近？这个不能讲啊，白痴啊！你想知道我读哪里是不是？不是，我住哪里是不是？但我还是很想读女校。你现在后悔了吗？还不知道哎。可是我读女校，我现在应该没办法跟男生聊天，可能就是可能会觉得男生好可怕哦。你高中还是住天母吗？没有，高中不是天母。但是那时候住的地方跟这边也不一样，对。读设计科跟在读女校一样，班上80%都女生。好好哦，感觉是天堂。卢卡认证的白，不是啊，我只是会有考上的那间跟没去读的那间啊。哦，原来如此，差不多，都是外县的。对不起，对不起，还好我们现在还不是在跟女生聊天。
羡慕被骂。同感，我大学也读一个女生，很多的科系，全年级男生只有六个。嗯，耶、yeah. ，好羡慕哦。白痴啊，可以这样。不会啊，雷军读男校也很会跟女生聊天哦，好像也对哦。雷军有很多女粉，女粉TP 女粉的朋友，谢谢卢卡的白痴。雷军想被卢卡叫巴嘎，雷军想被骂巴嘎那才对。班上男生太少，变成弱势团体，是吗？是这样吗？雷军女粉比卢卡女粉多，好像是哦，好像是哦，好像是哦。可是对啊，我现在想，如果我读那个女校的话，我应该是读日文系。那间学校因为他们有很多日本的交换学不是日本的姐妹校，所以说不定我读那间大学就直接去读日本的。我家离我高中超近，走路就到了哦，这种是大家都会羡慕的。超级羡慕。会有以前我隔壁班女三三男七，男生每年都会都要全体参赛，好好哦。教育不到卢卡了吗？对呀、啊，我觉得我应该读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那女校跟，等一下、哦，对不起。女校跟男女混校真的差蛮多的，离学校越近越会迟到。班上女生小团体真的很可怕，25个女生分成5派，每天吵吵架。还好我们这边没有，不会吵架，但是不会讲话。月不华卢卡变成在日本 AKB 出道，不知道哎、欸，那边的年龄限制比较大。打不出来。有穿暖吗？有啊，今天穿的，蛮多的。遇不到卢卡的话，我要坐时光机回来改变未来。不讲话也很可怕，我还好，我是还好，习惯了。有时候讲话比较可怕。喋る方が怖い時もある。你遇不到怎么知道卢卡？对呀、啊。对，如果真的我读女校的话，我应该不会当偶像。嗯、不同世界线我来跟我讲的。嗯，说不定我读学校，我现在跟粉丝聊天都是你好，雷军你好，世元你好，就是有一种怕粉丝的那种感觉。有可能，成人线上枫叶，成人礼要做些什么？就参加成人式，然后穿漂漂亮亮的和服拍照。对，但是我都没有做这样，这样的卢卡好像更可爱。卡丘感觉比较喜欢这样的女生。啊，卡丘，啊，卡丘来了！啊，你好，你好，你好。哦，我的手在抖。你在说谁吗？
卢卡晚上好，第一次看直播，晚安。你叫什么名字？恐龙吗？晚安，晚安。不用怕我们，我们都是你的家人。这样好像也不错哎。为什么？男孩子不用。我喜欢卢卡这样的女生。对啊，我比较喜欢邻家女孩这类型的。可恶！我太会，我是不是太会跟男生互动了？我这样不行，我现在比粉丝紧张，还是我在卡丘面前这样？啊，卡丘，啊，我好紧张哦，因为我很怕男生。为什么会来这样玩？好了，确定，是不是男生都喜欢这样的女生？刘佳呢？我想说，为什么卢卡这么熟练？为什么卢卡这么熟练？不知道耶，卢卡的握手会感觉太熟练。才不会，我在家里偷偷练习。我不要喜欢林家，我就喜欢刘家。卢卡给我专用的个性吗？可以啊，是可以的。我在卡丘面前就假装我读女校的刘家。好，还有专用人格，太好了，越做作我越喜欢。对，可是那不是，那就是做作的我。嗯，然后看每个人的 level， 每个人对应的 Luca 都不一样。对，为什么我看别人的 level， Luca 感觉就是很害羞的女生。不过比起我还是喜欢现在这样子的卢卡，真的吗？开心。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卢卡呢？对啊，说不定现在我这样讲话也不是真正的卢卡哦。卢卡握手会结束就可能就疯了。专用人格怎么有熟悉的感觉？24个卢卡，为什么是24个？握手完卢卡会人格分裂，希望不会。一下，对，我在想为什么，可是我握手会还是会害羞，还是会紧张，只是会害啊，对不起，只是会紧张，不是因为你们是男生，是因为我怕我听不懂你们讲什么话。对，我紧张的地方就是我等等要跟台湾粉丝聊天，这种紧张不是哦，我等等要跟男生聊天。我也会，你不是说他会捏你的手吗？你怎么对我那么严？26个每年一个新人格，一定都会啊，因为我只会办太少。原来你会害羞吗？那我会更害羞，怎么办？我们一起害羞。新粉握手结束，我说卢卡不是很邻家吗？怎么我一进去就聊我握手会太少了？其实我们多少也会有点紧张，我更紧张，紧张卢卡会听不到。对，然后我怕你们突然讲台语啊，或是成语啊，或是讲我听不懂的单字，我可能就是我怕我回应。我怕我的回应不太好，对，我也会害羞。我跟你握手也会紧张，不是因为跟女生聊天，是因为跟美女聊天。哎呦，哎呀，突然讲台语应该不太可能吧？对啊，没有人这么可恶，现场这么教学。聊天谁没事讲成语，只会讲网路烂梗。我的心跳声太长，你可能要说话大声一点。对，你们也是。刘佳呢？我跟你讲，只会讲土味情话，我也可能听不懂。我的反应可能会这样。那你们在讲什么？谢谢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突然开始唱歌，你应该音对了，
应对的，嗯，应该可以。土味情话不建议，上次说过，如果听不懂，对，等我一下。蹦奖太吵了。你会分不出来粉丝在开玩笑还是讲认真，戴口罩有时候我没办法看你们的表情，所以分不出来。我自己都分不出来了。啊，换讲一个。初見だくしょ、あれ？ずっとでもないけど。ここ何日か使ってる。因为看不到表情。对呀、啊。ポンちゃんの子？あそこにいたのね。おいおい。うん。ね。语气你听得出来吗？应该吧。嗯。看情况。ポンちゃんの屁屁。ポンちゃんの屁屁。嗯。为什么会讲话就看不到？戴口罩只好用语气来分辨，那如果是认真的在开玩笑呢？嗯，可能就是听你们的语气判断吧。主播好。え、何で遊んでんの？ちょっとやめてよ。何それ？何してんの？何してんの？ダメじゃん。ダメじゃん。ダメでしょ。ダメでしょ。妙じゃない。哎、欸，你们有看到爱心吗？那你应该知道我对卡妹的告白都是认真的。这个画面也太可爱了，又可以一直在偷看爱心。对呀、啊，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去抽猫咪的屁屁，然后我就被抓。何してんの？喵じゃない。見えないから大丈夫。那阵子超怕猫咪，怎么可以突然戳猫咪的屁屁？碰见会叮嘴。碰见到底在干嘛？他在玩那个，刚刚肉泥不是把那个袋子撕开吗？然后他在玩那个垃圾。哎呀，怎么呢？量体温，可我是不是错过好戏？碰奖呢？没关系，刚刚碰奖没有肉，没有肉他的屁屁。谢谢呼呼猫送我非你莫属，可能。包装袋还有残留的味道，对，谢谢贝本的比心。嗯，那我问你们，刚刚我说我读女校，可能不知道要怎么跟男生互动，对不对？谢谢青云送我，给我小心一点。我这样想是因为我以前国中的时候有一个女生。超级喜欢跟男生互动，喜欢到我们其他女生会觉得有点，有点觉得他好讨厌的那种程度。可是他高中读女校，后来他就变成，就是我刚刚讲的那样，就是不知道要跟男生怎么互动，男人怎么那么害怕的那种，变成这样的个性。对，所以我才。想这样，那我问问，你们好像蛮多人读男校，读男校也会这样吗？蒋青云给我小心一点就好了。感觉哪里都有这种女生，对，不管是日本还是台湾都有。她很中性吗？没有，完全没有。她就知道，自己对男生这样。男生会开心的那种，小时候不懂吧？他发现喜欢的是学姐，后来看看我现在，
读男校后来都会变成男校。好，多少会吧，毕竟没太多练习的机会。哦，要看有没有兄弟姐妹，好像也对。对，心机。对，男校。变成直男，我都没这问题，一定是我看起来太安全。看我就知道了，害羞。可是你们大学 大学有男校的大学吗？应该没有吧。哦，也有可能有些科系几乎都是男生，像我以前只敢跟女生聊天，跟男生不知道要怎么聊天。欸，这种人男生最讨厌的。但我也不能，我也不能讲你。读男校一开始看到女生会觉得很恐慌感，之后就大解放。科系只有男生，大学没有纯男校，但科系有，超讨厌。你好，三妮。大学男女同班，不过我们班只有两个女生。哇，是读什么科系？我们班，我读的大学也是女生偏多，物理系全班只有一个女生。那是不是大家都喜欢爱上那个女生？会啊，会被班上同学会讲坏话。不过我以前学生也是女生占八成，我还是不会跟女生聊天，所以还是要看人就对了。机械系女生超抢手，不会吧？不会什么？我那个呆，我幼教系班上一堆女生，但男生也没有到很抢手。幼教系哦，对，那应该几乎都是女生，没那个不挑。阿元晚安，班上女生都被体育系追走。这个我可以理解，对，体育系男生蛮抢手。我大学研究生也都是很多女生。大学的机械系有一位创系以来的第一位女生，全系都很照顾她，结果被学长追走。哎呀，对，我怎么没想到要读幼教系？我后来读电子科，班上只有两个女生。但是我们系际杯篮球赛打爆体育系，恭喜。恭喜恭喜。等一下，读体育系不一定会，大家都会篮球。女生只要在男生多一点点的戏就会被好好疼爱。对，我从来没有被疼爱过。我读的戏都是我的环境都是女生偏多。对，国小国中就算高中我读第一类，所以女生比较多嘛。然后大学也是女生偏多，然后现在只有女生。现在只有女生，男生少的班级，男生只会更有机会去搬东西。用什么打说清楚？九代，你现在重考还来得及。现在我们疼爱你。现在不就被我们疼爱吗？哎呦，是这种疼爱吗？所以宜真说他班上男生都没对他好，我很意外。宜真，如果我是宜真，然后我是他的同学，我也可能没办法。对，我们会觉得宜真就是很像女王的那种。我怎么读一类还是全部男生？如果来读机械系，保证三餐不用，就功课有人做，走出门还一堆左右护法。
我应该要读机械系，可恶！但我应该考不上，我物理化学考的没有很好，可能因为仪征比男生大，对，应该是。仪征大概都比男同学高，仪征是不是没接受，没被接受而已？啊，机械啊，哎，早点说明，我刚刚一直说机械，机械。这里我可以作证，我读女生多的餐饮科，瓦斯桶永远都是我去，辛苦了九蛋。哦，餐饮科哦，餐饮科还是有男生吧？感觉就是三分之二，应该是三分之二是女生，是吗？电子科也是，班上女生早餐都不用买，每天都吃免费的早餐。好好哦，为什么都没办法，都没有这样的福利。机姐直达，如果当我同学的话，每天早上桌上都有早餐。看到像仪征那种女文男生还是会怕的。我高中确实有吃过女生收到不要的早餐。等一下，是女生给你哦。不是男生给，是女生给你，哇，好特别哦！我刚还以为你是不是很常搭机姐，没有，机械。那在女生很多的戏里面，男生也有特别的待遇吗？没有，真的没有。对，可是，我想一下哦，我是读文科，那时候班上男生好像有十个男生还是八个男生啊，应该有至少有十个。好像真的还好，对，没什么特别待遇。我只会觉得为什么我们班男生这么少，要人气跟买早餐都是不可能的。要吃一年的早餐吗？还好高中有女生，别的男生送她不要的那种。哦，原来如此，所以别的男生送那个女生，然后那个女生也不要，所以才会送你这样。其实最可怜的是早餐，因为那个女生会收到好几份早餐吃不完。哦，原来男生给卡丘的话，案情不单纯。跟真妹当朋友的话，每天都有吃不完的早餐。我高中有个女同学，她国中就很受欢迎，所以很多早餐。哇，原来有这世界上有这样的人。那我发现 TP 的成员有几个可能也是这样对待的，这样带过。哎，就是待这样的环境，曾经。所以哪里可以找真妹当朋友，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在哪边可以当帅哥的朋友。高中有个女生每次都蛋饼只剩一个，叫我帮她吃。很多女生很多的科系里面，男生还有一半是姐妹。对，我吃了那男孩子一整天的早餐。谢谢姑娘的四叶草，晚安。这么好。真的蛮多真妹都被这样带过。谢谢重生带我去流浪。还是没办法。对，第二高中的时候读第二类的女生说不定可以这样。我也有收过女碰巧我也有收过女生的巧克力，不过是别的男生送她，不要丢给我的。我朋友就是帅哥的朋友啊。可是高中男生也是真是的，怎么没有想过送午餐？还是打不出来。送午餐才能与中不同，没收过早餐不要哭。真的没有这样的男生。对，我们班上男生高中的时候的男生，
不行，不 OK。比较好的都有男朋友，对，比较好的本来就有男朋友，女生也是吧，对不对？你不觉得吗？你会觉得，这个女生不错，就她有交往很久的男朋友，高中生太穷，送不起午餐，让很多正妹主播，巧克力有没有说过？巧克力吗？日本是女生要送给男生，男生很少送给女生。我想我是没有什么记忆，我拿到巧克力的回忆。如果遇到的男生都不贴心，午餐比较贵。反正卢卡现在也都中午才起床，不用送，不用送早餐。午餐太贵，比较好的男生都有男朋友。比较好的男生都有女朋友。也可以这么讲。对。你要的话，我现在送每天送早餐。可惜 TP 不能送吃。还没结婚都还有机会。哦，不对，他已经嫁了。对男朋友也合理。对呀。好，我好想问他们，你们都怎么交到的？你们都怎么交到的？多元成家。没有。等一下，我不知道要怎么交男朋友。彼氏ってどうやったらできるの？わかんない。雷君很有经验。条件好的都会有人主动追。我没有。雷君有男朋友吗？真要请教雷君。やばい、手がめっちゃ冷たい。如果开口就有了吧？还没有嘞，真的没有，真的没有。俺が今から付き合ってて言うから、うんって言うだけで彼氏できるよ。でもね、ね、なんかね、なんだろう。果然雷君只跟女粉交朋友，是Luca看不上吧？不是，应该要怎么讲呢？有些女生都常常被说，你这样一定很快就交到女朋友，很快就交到男朋友。可是谁会想要很快就交到的男女朋友？だってすぐにできる彼氏って別に欲しくなくない？すぐにできる彼女欲しいですか？欲しいですか？你们想要很快就交到的女朋友吗？就是说我喜欢你 ，OK， 这样就可以交到的女朋友，你们想要吗？你们想要吗？在台湾找不到吉泽亮的脸，不一定啊。欲しい？嘘？本当？素食爱情，很快交到，感觉对方也不够抢手，这样吗？该怎么讲呢？感觉对了就可以交往看看，很快就是，还是你们觉得爱情不需要有那么多过程？是不是年纪越大就越不需要过程？是不是要看先交往再还是先认识再交往？对啊，你们想要先交往吗？还是先认识再交往？社会人になると学生の頃みたいによく知ってからというのがほぼ無理だからね。そうなっちゃうのか。なるほどね。そう。有就不错。如果交到之后有惊喜也不差。说不定是。还好我都没有这个烦恼。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喜欢就合戏。先交友看看，不适合就拜拜。不一定要看当时的情况。对卢卡一见钟情，先认识。でもね、なんかでも、可是你们也肯定要想一下，通常很快就交到女朋友，很快就跟男生交往的男生，不是女生，一定都有鬼。
さっさと彼氏彼女の関係になって合わないを確認したい。あーなるほど。でもなんかすぐにできる彼女とかさ、なんか絶対何かあるって思っちゃう。そ像我这么专学的确是很烦恼。对的，对，80%是这样。朋友交往三个月就结婚，现在过得很好。是哦，其实好像不错。是认识几个月，彼此认识，互相有好感，然后在一起感觉好浪漫。可恶，动漫的剧情，对，可恶，以前全部都是动漫的剧情。要看人，那如果觉得要认识多久才交往会比较没有鬼？认识多久？你说最早吗？一两天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有些人真的可以这样，就是第一天见到他们就在一起这样。我是玩一定没办法。そういう意見も一理ある。そうなんか私の友達で一回もう会ってその日に付き合った人たちがいて、いや よく付き合えるなって思っちゃったの。就认识三个月而已，女生比较保守，有可能对，也可以这么说。蛮佩服身边那些认识十年结婚，就像这边有人看你直播，其实是想听卡妹的八卦这样吗？有时候就是需要个冲动。认识交往十年，如果我会喜欢，那绝对不是因为看上凤姐。我会唱歌，爱情长跑了，我反而看过好多分手。那我上次握手会马上跟 Luca 求婚。Luca 马上答应。诶诶，我有答应吗？咦，这没有绝对标准，千万别哦。身边很多爱情长跑十几年，最后还是离婚。欸，我看了，嗯，也有可能那两个就是交往很久的，他们只认识彼此，不太认识其他男女生是什么样的。嗯，好难讲。代表陆克在敷衍，你不想浪费太多时间？才没有嘞，才不是。而且很多长跑很久的分手，下个月就会马上结婚。我高中还有人跟我说他跟女朋友要结婚，要证明给我看，结果高中毕业就分了。なんでやろね。这很多爱情长跑的后来都去比灯泡。多分大丈夫だと思う。寒い、急に寒い。就是突然觉得身体好冷。我好像长跑比较厉害，应该吧？我也不知道。肚子可能不舒服，应该是。等一下。用这个好了。穿个外套。今天是真的很冷，有暖气吗？没有。要我说些温暖的话吗？没关系，我想要物理温暖。要不要去喝杯热水？好，我去装水好了。得什么？
先关播好了，现在41分钟。对，等一下我再开，希望如果五分钟内还是，想想的，对我先关播好了，对不起，现在42分，好，我5分钟内应该会重开，好，我先喝个热水，拜拜。今天超想录卡的，你那个是不是在？你是不是没有打字，然后说是不是就是那的了？很像罐头鱼那种，按了就会出现。对，换裤裤。对，牛仔裤不行。我穿牛仔裤，身体都会不舒服。没有我一个字一个字打的，是吗？舒才还好吗？还好。手机哪来的罐头？没问题的，喝热水就有变好，然后换个衣服。对，又见面了。我忘记我刚刚讲到哪里。好想入口，分钟不见。对。我为我的冷笑话道歉，现在看到2次，好开心，开心。我用打的比复制的快。刚刚说到9:40，嗯，啊，大哥，啊，大哥哟。本当に何の話したか忘れちゃった。お先把它送点。有人啊！有人还记得我刚刚在讲什么吗？对不起，还好，可以，可以，可以，没事，没事。应该不是发烧了，应该不是。昨晚也太晚哦，对，昨天我房间里出现一只蚊子，母的，所以它会吸我的血，嗯，然后我昨天晚上一直都在找它，对，然后找到的时候已经是早上6点。素食爱情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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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想到，对，就我的朋友有人就是认识的那一天，晚安晚安。这台是小黑蚊，飞得又快又爱叮人，好像也没到很久啊，不对，好像又不舒服。为什么这样？讨厌欸。也没有，没关系，不好意思，我要必须关播。再等我5分钟可以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欸，现在4:22，好，应该现在关掉应该可以，对。一宿晚安。哎呀，有没有超过5分钟？有超过的话，好像现在开播也没有用了。如果就是我刚刚关的时间，我其实忘记好像50分关播，对不对？好像超过5分钟哦。好吧，那现在我只开半小时就没办法算
积分就对了。不好意思，我刚刚突然很想吐。对，对，你要不要直接休息？嗯，我在想，想说都超过时间了。嗯，好，看来只能这样。要不要先念完今天休息号？有吗？好像刚好满一个小时。对，好，念完好了。不好意思，我原本想今天想唱三首歌。谢谢图示图示文手里。对，有满一个小时，只是先我现在开很多很多都没办法。就是都没有算在今天的，嗯，先念本了。谢谢圣元送我爱的粉红抱抱，哇！谢谢谢谢。等一下，我看一下，我要看日本对不对？第一次已经满一小时，第二次四分半左右，对，那应该今天的那个时间，就算只算一个小时而已。谢谢烈哥送一封信，看一下哦，今天有谁呢？谢谢陆克送我爱的粉红泡泡，谢谢烈哥的一封信。看一下，陆克陈南生，ちょっと待ってね。烈哥、くーちゃん、盛元。青云，重盛，旅馆，吐司呼呼猫，吐司，对，应该是这十位。一下下哦，不对，是不是今天的鸡肉饭？对，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好冷哦的那种感觉，看起来脸色好差。哎呀，现在有好一点，不好意思，对。ポンちゃん、ポンちゃん、ポンちゃん見えないよ。シフフマ、シシフフマ。え？对不起，变了。重新。第十名是旅冠，谢谢旅冠。第九名是雷，等一下啊，对，第九名是雷克，谢谢雷克。第八名是呼呼猫，谢谢呼呼猫。第七名是吐司，谢谢吐司。第六名是咕江，谢谢咕江。第五名是陈大生，谢谢陈大生。第四名是青云，谢谢青云。然后第三名是重盛，谢谢重盛。第二名是盛元，谢谢盛元。第一名是陆克，谢谢。混江，混江在吻大家，胖酱刚刚对吐司的那个甜甜圈亲亲，谢谢大家，ありがとう。胖酱好皮呀、啊，对不对？那胖酱，可以吗呢？谢谢大家，那我要关播了，关播了，对不起，拜拜。好可爱哦。
バ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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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bye.